角，也就是即将我们送他回市政府的八号黄珊珊。黄珊珊，动算，黄珊珊，珊珊珊，黄珊珊，一起用最大的努力，珊珊鼓励，台北的靠山，黄珊珊，台北的靠山，黄珊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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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亲爱的伟大市民，你们不是蓝的，你们也不是绿的，你们都是自由的，因为自由的思想、自由的意志，创造了自由的灵魂，也造就了我们这座自由的城市，对不对？这是蓝绿两党他们一辈子也没有办法理解，也没有办法想象的，对不对？蓝绿两党无所不用其极的分化台湾人民，他们只想着政党的利益，操作恐惧，操作意识形态，操作现在最恶劣的遏制的选举文化，对吗？对。每一天我们都看到了口水，我们都看到了只问颜色不问是非，一个政党说一个政党是黑，另一个政党说那个政党是贪。我讲一件最简单的话，不投黑不投贪，票就投黄珊珊。这个城市必须要有与市民站在一起，不是政党的傀儡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要让蓝绿对决成为历史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因为不想让某一个人当选，难道我们就要去让另外一个能力平庸、靠着血统、靠着党政上位的人吗？不要！不要！我们要迎接首都第一位女市长黄珊珊。超越蓝绿，不是消灭蓝绿，是希望蓝绿放下意识形态，以市民的利益为本，让人民优先。伟大的市民，你们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。白色是选票，白色更是一道光，白色的力量让台湾翻转，白色让我们看见了这个蓝绿政党的丑恶。所以用你的选票来证明，用你的这一道光来照亮蓝绿的丑恶，好吗？好。11月26号出门投票，一个人帮珊珊拉33张票。投给自己，投给下一代，投给你自己的未来。